弟从小就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就会觉得我是被丢掉了。哎呦，为了要弥补他，像那个时候他做那个牙齿矫正，一颗要20000块，就马上带他去，因为你就是用金钱买。哎呦，真的把自己实际的说出来，绕了一圈回来，才知道爸爸妈妈永远最爱你。反而我得到很多阿嬷的爱啊。好像逻辑上这有一点点怪。今天晚上10点，新大人班。